迪迦奥特曼毫无疑问是国内无数观众的童年回忆，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出圈的，其知名度更是导致国内路人观众提及奥特曼必然会说起迪迦，可以说是国内奥特曼的代名词。那么今天我就来斗胆吐槽一下迪迦，顺带探究一下他为什么会这么的屌。作为一部我儿时在电视上看了无数遍的作品，毋庸置疑，迪迦在能做到的地方都做到了堪称完美。他充分地发现了奥特曼系列里独有的特色，以及将以往糟糕你教会生硬的桥段全部平滑处理，没有杠精队友，没有斗娥冤案，没有脑残长官，没有阴间画面，没有唐突秒杀，没有逆天人类，剧情处理方式通通柔和化，真正做到了扬长避短。主角爆发的时候温情，角色牺牲的时候温情，回忆过去的时候温情，口吐鲜血的时候温情，闹鬼要闹得感天动地，道理能讲得植入人心。吸血鬼出没营造恐怖氛围的同时，也会加一段感情戏份，让角色获得救赎。搞出古代妖怪时安排前人附体斩断恩怨，事后留下教育后人的话，再点个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又不会让人太难受。即使演悲剧戏份，也都是哀而不伤，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但显然处理得更加柔和，多了份童话的浪漫，就像迪迦的造型一样，充满美感。可以说，迪迦最大的槽点其实都在剧外。我相信更关注剧本身的人，一定会对剧中形形色色的角色印象深刻，特别是胜利队的成员。在这个相当优秀的阵容组合里，我们可以看到层层的奇妙冒险，坠机潮流。又掉了一架飞机，已经数不清了。头脑担当，绝景 A 梦。像我这么笨头笨脑的人，居然进了胜利队。攻略之神，只有野瑞知道了世界。他们三个人身怀没有希望了吗？太好了。喊出我的名字吧，中方指挥官巨山超力霸。时时刻刻关注男主的女主丽娜。大姑大姑大姑，为什么你老是见不到迪迦呢？更加关注男主的隐藏女主括弧排在演员表最后的队长居间会。等一下到我房间里来，我会好好疼爱你。已经能够熬成光的男主大姑。谁要这东西？在大姑变成迪迦后，可以看出他的战斗方式很大程度上致敬了初代奥特曼，骑乘断脚摔跤一应俱全，也是看到个怪兽就想往对方上骑，看到长了个脚的立马拿手刀劈断，看到蠢一点的必定会调戏对方，玩木头人躲避球，年年看老鹰捉小鸡。关键是这次还专门附带了一个红色的快乐形态，切换后使得迪迦的哲学运动显得更加合理。一言不合用力量压制对手的流氓打法深得岳父真传。要不然怎么说他跟强力型的相性好呢？靠强力性压制打败的敌人更是不少，哪怕赤壁也可以靠挨揍来争取时间逆袭。干得好啊达拉姆。总感觉如果一开始就用红色形态作战，估计可以节省不少次形态切换。只不过略有遗憾的是胸部防御，明明都有一个设定上是胸甲的东东，可是防御力看上去居然还降低了。本来想复刻一波胸肌防御，结果连着两次都失败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用实际行动吐槽初代的八大胸肌。胸是用来观赏的，不是用来当肉盾的。毕竟迪迦是一个将玫瑰写进了设定里的，所以怪兽也经常明目张胆的冲他耍流氓，用触手攻击困住捆绑迪迦，对着迪迦射出喷出一些肯定有害身心健康的液体以及气体，更有把迪迦的手给摁住准备吸干的怪兽。最要命的是他们还喜欢咬迪迦，迪迦的胳膊、迪迦的肩膀、迪迦的脖子都被怪兽给啃过，甚至迪迦的脑袋都差点被吸进怪兽的肚子里面。说在港漫里又索性把迪迦的头塞进怪兽口里，像戴娜那样肉多了经常被咬，我可以理解咬迪迦，怪兽们到底是在图啥？那我只能理解成迪迦的身体看上去确实太可口，才会引得他们接二连三的下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迪迦对付过的女性敌人挺多，但那些人的身材都没有迪迦诱人就很离谱。谢天谢地还有他们没有冲着迪迦的腰下手，要不然那画面真的估计哪天又要被闲来蛋疼家长干渴了。要说迪迦在战斗中最惨的必须得是空中型，出场次数少就算了，总共只有11次，不到强力型的一半，战斗经常吃瘪也算了，关键直观表现力还磕碜。讲道理在打左家的时候怎么想都该让空中型好好表现吧，结果呢只是给飞机当了个坐骑助攻击落怪兽，然后又被残疾的左家打得措手不及，力量拼不过很正常，术业有专攻，那总得躲几下吧，不是说好的身手敏捷的战士吗？空保防御力第一体现出来了，你闪呢？你倒是把闪现给我交了啊！切成速度慢的强力型后却能毫无障碍的吊打左家，是不是在演我空中型？需要秀操作的不如平 A 打拳是吧？不谈设定，不做分析，纯靠感觉去看会怎么想？你看这个空中型就是炫啦，强力型超勇的。空中型确实做过一些让我很迷惑的操作，说好的速度优势，可是在对峙中能够被正面偷袭，避不开风车削脸，躲不过光弹袭胸，被骑在身下疯狂蹂躏，合着他飞得快是方便接飞机和送快递。说好的空战特长，却对宇宙船却要扒在上面。人家动作电影里角色扒飞机、扒汽车，那是因为他们不会飞，还跑不快。你可是奥特曼，为什么要在上面霍霍半天？说好的防御不行，但他又总在替别人挡伤害，挡在小孩子面前，挡在丽娜面前，抵在恐龙中间。说好的腿法了得，结果跑去给机械恐龙踩背，于是三两下被别人打破盖，爬起来都费劲。之后更是用蛮力去推俩机器人，到底是谁给了他勇气？他自己吗？
据说是强力型的皮套演员不在，那为什么被打趴了之后才想起放记忆能呢？打记忆时也是最后才用贼 bug 的冰冻能力逆转局势，明明是个有控的刺客，却全程在跟敌人平 A， 打击二时变空中型的理由更伤人，只是为了暂时往空中跑路。真的是这样，小说你说的确实是撤退，关键他还没跑过，被打得不要不要的停了下来，爬起来之后更是表演了一波世界名画，充满力量后又赶紧切换形态，合着别让空中型给吃了，逼留给复合型去装。其实之前对付加佐特的时候变空中型也是在跑路，边跑边疗伤呗。讲真，还有比空中型更憋屈的形态吗？应该没有吧，你觉得呢？别他。那么问题来了，哪个角色坐飞机经常失事，打不过敌人的时候也能够随机应变逃跑，不仅身材特别性感，而且还象征了人类勇气的战歌？没错，克隆。在迪迦的战斗中，人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胜利队这个第一机只能给怪兽刷刷礼花的防卫队，在 TV 里相当于从零开始打怪兽，其科技研发速度肉眼可见的惊人，剧集还没过半就能造出巨型战舰当舰长，让不知道哪来的黑手忌惮无比，连忙派个岛过来找茬，但科学能力还不如正木静武这个名科，不过总体表现依旧非常可以。然而毕竟也是第一次，某些地方会显得很薄弱，就比如基地经常被偷家，队长可以被宇宙人上门骚扰，总监也能够被对手轻松绑架，小朋友黑了进胜利队的网络，哈米巴都控制了基地系统，顶包层高层的妖怪可以轻松扰乱局势，变身成一般同事的新人也能够挑拨离间，封在棺材里的干尸还能流出来附身女主，他们自己都有内卷的博士叛变偷走东西，某些敌人到胜利队搅和一通之后逃走的时候更能拐个人质顺带偷架飞机，甚至某一话的标题就是胜利基地被袭击，请问是哪一集？这个事件可以带入的集数好像还挺多的吧，上一个敢把基地里面放标题里的好像已经团灭了。于是最后一集大 boss 也干脆出现在胜利队家门口，由于是入侵者都弄进了好多人，他们还给予对方帮助打算共同发展，于是不出意外看守出了差错引发事故，我都开始怀疑他们的安保跟光之国可能是同一套体系，是不是科研人员周多了导致没有额外的经费请专业的保安。最要命的是胜利队还喜欢动不动捡人回来，突然晕倒的少女带回基地调养，被人打伤的少女带回基地疗伤，惊慌失措的少女带回基地化疗。我突然想问一句，他们是没有单独的医院吗？万一这仨是敌人，那基地被入侵的次数又要增加，所以后来真中招了，大晚上捡个晕倒的女人回来，结果是个吸血鬼，差点把队长给坑了，并且胜利队连敌人的残渣都要回收进基地，就算想搞研究卖废铁，那也不能全部往总部里面筛呀，陆地上打死的敌人还大老远的运到海上的基地里，难道不能用别的实验室跟仓库吗？该不会也没有单独的废品回收站吧？泽塔里面回收个奥特勋章都专门找个老远的地方收着。我突然觉得潜入胜利队其实挺简单的，只要在他们面前碰碰瓷，表现得弱小无助，或者装个死倒下，他们就会把你回收进基地。得亏这个世界观没有佐菲，也没有坑佐菲的医院，要不然他倒个好几天，我怕胜利队的基地真塞不下。当然，以上只能说明胜利队非常的善良，在加佐特已经引发了事故的情况下，正在葛纳吃人，同时吧唧嘴，受害者衣服都吐出来了，雪景还跑上去当翻译官，试图求和，结果换来个肉食系回答：“朋友，好吃。”通常情况下，越善良的主角团所遇到的反派往往就会越屑，迪迦也不例外，遇到的敌人那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臭恶，不管是闻上去很臭的真的好臭，还是看上去很臭的臭死人了，甚至是听上去很臭的臭人类，某些敌人那真的是个性恶劣臭到了骨子里，有践踏自由的自己弱到爆炸，有抛弃妻子的还甩锅给别人，有带着灯塔过来的宣扬同一个宇宙同一个脑子，还有教唆犯罪的宇宙之神最后被自己的炸弹炸死，更有把人类弄得十分狂暴后站在一旁看戏的乐子人，忽悠小孩偷走梦想的贪婪魔女，浑身臭恶疯狂吞噬的僵尸怪兽，漠视生命杀戮取乐的怪物猎人，以多欺少抓捕奴隶的黑恶乌鸦，没有感情恩将仇报的人工生命，以前实力一条六极不合理的昭和宇宙人通通没了，只剩下耍着小手段但却相当真实的平成血腥人，总感觉他们都知道邪神马上要来了似的，来地球搞事好像透露着一股趁火打劫的意思，其中最蛋疼的当属邪教头子傲慢至极，贼喊做贼，明明是我先来的，吉莱罗没有得人吐，大结局还跑出来恶心主角一嘴，是我放弃你们了，打不过怂了直说嘛，这种时候还跑出来装逼可太绝了，就这群怪物那都不用很棒的角色去比较，你把我摆上去对比之下，那都是圣人也可以分分钟变成光。好了，不开玩笑了，认真说，迪迦里的很多敌人都有其象征意义，除了代表着某些恶行的敌人，其余出现的怪兽则源自于人类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变异的动物向人们伸出爆破的爪牙，还是地球原生的怪兽突然开始大规模活动，亦或是落下的机器人，好像就是对人的天罚，既有物理上由人类变异而来的怪兽埃莫龙，也有因为人性的阴暗面所诞生的负能量，同时不乏一些敌意的特殊能力可以直接作用在人身上，狂暴人类、感染人类、忽悠人类、同化人类，况且有奇迦这种专业魅惑人类3000万年的存在，如果没有奥特曼看上去根本没得打。迪迦从开篇便在探讨现今人类社会
为科学进步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对地球原生生物的影响、对平静生活的思考，和平是一直存在着吗？即便如此，迪迦并未传递出偏向悲观的情绪。虽然不少怪兽确实是人类造成的引来的，但同时将他们击退的还是人类自己。齐加拉是被迪迦销毁的，邪神是被迪迦射爆的，但倘若缺少了人们的努力，也不可能成功，相当于中途再次让人进行选择，并且这次选对了。况且奥特曼的出现本身也是人类的希望，以往的奥里出现过不少人们的加油助威，但他们的叫喊声并没有起到过太根本的作用，甚至有些奥还故意不听人说的话，顶多小朋友喊几句加油，然后奥特曼把怪兽秒了。实际展现出来的更偏向奥特曼动用了自身力量，而迪迦里人类的深渊技能显著的貌似都有那么一丢丢道德绑架的意思。我相信你一定会保护人类的，求求你站起来，你的输赢关乎到人类的未来。紧接一个特别明显的奥特曼爆发特写，还有好几次大古都昏了过去。远方的妮娜一声声呼唤，大国的身体立马就像被遥控了似的弹起来变身。这嘴是开了眼睛吗？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初打基亚时，一群人拿光杵着眼睛都没了光的迪迦照。虽然这段实打实很感人，气氛真的很好，但作为没有感情的理科生，我事后一想，人家自带的满光都不够用的，拿人造的光给他快充真的可以吗？所以冲着奥特曼开远光灯只是表面的强化原因，内在靠的还是来自人们的支持。不同于 M78 的世界观，在迪迦里，人和奥特曼的关系有一个很清晰的解释：人与光，主角既是人又是光，理所当然会帮助人类。为什么光会让迪迦变强？因为他是光。为什么人可以影响迪迦？因为他也是人。为什么人能变成光？因为主角都是人变成了光。没人会觉得大结局一群人变成光突兀，这样的主旨在前面的剧集里已经强调了无数遍，也没人会觉得一群小朋友里面夹个妮娜很违和。前面的情节里说过他像个小朋友似的，而且大古已经保证了他也可以变成光，更不会有人觉得远古老爷子把奥特曼喊过来有什么问题。所以迪迦里奥特曼想违心意想摇人，也违得清清楚楚，摇得明明白白。故事一开始最悲催的事情是人还在，光没了，好在有人能变成光。而在3000万年前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光还在，人却变了，所以光最后走完了。现在用两个东西摆在各位面前，人和光。人可以变成光，但是光却不能干涉人。即便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去分析哪个东西更重要，潜能更大，得出的答案都显然会是人。最直观的一个体验就是与等身敌人接触时的氛围。迪迦里的人在直面等身怪时表现出来的压迫感常常超过奥特曼的巨大战，队长面对吉拉艾罗人时的无力，人们被乌鸦人绑架时的渺小，一路的人冲向星辰时的决绝，夜间还有机器人、吸血鬼和抓壮丁的。除此之外，与奥比克的对峙、跟宇宙人的交谈，这些关键的戏份更是在展现塑造着人。最后一战前，队长要大古不要去战斗，也是将大古放在了人的立场下所说出来的。在认识到了敌人的凶残以及自身的诸多问题后，人类一直都在成长。个人觉得迪迦里最出彩的俩角色是绝景和星辰，在角色模板上，他们简直就是平成的井守和蓝。先说绝景，黑科技发明一堆，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掏出定阵，发明出贼他妈好用的道具。保护弹囊，绝景特制综合技，噔噔噔，怪兽追踪器，甚至能在短短几小时内研制出疫苗，还是对付宇宙细胞的疫苗。要知道西卡里给奥特曼造疫苗最快也要用3天啊，并且据说迪迦的肺案里让大古变成光的都不是神光棒，而是绝景的发明。没错，差点就能屌到这种程度。要是真这么演的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严谨还是不严谨了。毕竟如果人类能靠科技变成光的话，那还有啥西卡利啊。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思维敏捷的绝景还在剧中负责吐槽，宇宙人跑21楼跟迪迦对峙刀逼刀的时候，马上接一句：那个人是谁啊？奥特曼跟怪兽打完架后立刻反应过来，奇怪了，大古呢？吐槽根本不会取名的中方，笨笨的。吐槽半封闭头盔的防护作用，这个头盔的空气罩怎么一点也不起作用啊？吐槽战斗之后的损失问题，看来这次一定会发生很多赔偿问题呀。连怪兽突然掏个武器他也要插一嘴，他还会使剑呢。而且绝景在原声里是操着一口大阪方言的，如果翻译成国语的话，应该是对应东北话之类的方言会更有喜感，给人的印象可能会更加深刻。大古不见时，然啊，你知道吗？我不到啊。队友莽撞时，别去人多、啊、敌方狡辩时，忽悠接着忽悠，劝说好友时，你得支棱起来呀。可人家即使说的是普通话，去掉一个角色特点，照样能给多数人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可见其塑造之成功。为什么迪迦槽点少？因为除了剧情优秀、设定合理外，大部分槽点已经让观众感到稍有违和的地方，都让绝景等角色和相关事件给第一时间吐完了。要知道槽点这个东西跟第四面墙一样，只要剧中人事触碰到了，那就立马转化成为看点。星辰坠机也是如此，他知道自己经常坠，甚至还拿这个跟大古开过玩笑。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有坠机 KPI。只有他的飞机没有坠毁，气死我了！坠机二人组可是官方都默认的存在，剧情需要，因此导致作为观众的我彻底接受这个设定回不去了。看到星辰就巴不得他追一追，小朋友开碰碰车躲过怪兽的攻击没事，然后星辰跑回去开，结果烦了，看他开玩具车都能追，星辰被怪兽追摔倒了，看他开自己都能追，星辰跑宇宙里测试飞机舒适，看他撞上光还是要追。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变成光的敌？要不然戴娜可以直接在这里开始演了。各位千万不要觉得坠机在奥特曼里是什么坏事，飞机失事迪迦才得以现身，飞机失事第二次接触开始，飞机失事方便让角色受伤，飞机失事把星辰摔晕了
大鬼才有机会变神啊。这么说起来，星辰跟蓝一样也动不动被迫害，被宇宙门附身，被抓回老巢，被缩小抓回老巢，被困住差点抓回老巢。在剧外，大鬼的演员长野博受伤需要圆场，于是在剧中星辰庙陪着大鬼一起坠机受伤，摔断一条腿，拄着一根拐，更是敢跟大鬼一起坐飞机去怪兽的攻击范围里面吧，甚至立下出事的时候相互射死对方的誓言，把我射死。人间体好歹有变身器质当底牌，他是真的没有啊，怎么可以这么勇？得亏星辰也是个人形骨桥，顶得住。嘎地的鞭子正中他的脑门，只能敲出不到3秒的硬直，比迪迦被抽中后的恢复时间都短。星辰被宇宙人附身，敌人用枪打穿星辰的身体，然后宇宙人死了，星辰屁事没有，我只是做了个梦。为什么？讲道理，通常情况下，承受伤害的难道不应该是被附身的那个人吗？我知道这其中肯定是有设定的，但我还是想说星辰牛逼，不愧是骨桥在 OV 里一手带出来的队员。我要是有这种体质，我也敢硬刚晒文。最后大结局的时候，坐在潜水艇里营救迪迦的正是绝景和星辰这对黄金搭档，当时那个氛围特别感人，我看一次哭一次。胜利队的精英加浪子回头的天才加超能力者，就说了人类最大的努力去拯救奥特曼，结果潜水艇翻了，营救失败，强调肯定跟里面坐着的人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剧情需要。可恶！我觉得被剧情需要坑了最惨的无疑是野瑞，前期的定位可能只是吉祥物，没事的时候坐在一旁充当背景板，有事的时候干各种各样的杂活，包括但不限于开电脑、传数据、分析奥特曼、去食堂打饭、到海上捞人，以及做 PPT。人家想申请出战积累经验帮帮忙，还被队长委婉拒绝。作为严谨的理工男，用严谨的术语表达一个严谨的数据，反而却被指挥官给熊了。胜利队大家一起发表不同的观点，只有野瑞被捏了骂，就连最温柔的大古都把情绪露在过他身上。后期剧集扩充，野瑞凭借人畜无害的形象，从其他几个男人那里赢走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戏份，极大丰富了角色形象。但是我仔细一想，跟他刷好感的女生最后都没戏了，相当于献祭了自己的感情换来的高质量剧情，太惨了。特别是大结局，明明自己也是主角团中的一员，却要给别的角色们充当摄影师，加不加鸡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光是这一点，他工具人的属性估计再也抹不掉了。其他角色今天就不展开说了，最后重点说一下主角，自然也保留了人间体的传统异能，拿飞机当变身器以及疯狂暴露身份。特别是自爆，大古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一集变迪迦就让别人给拍了下来反复观看，第二集变身器都让队友给瞧见了，之后跟丽娜一起坐飞机，中途要丽娜来开，自己跑到后面变身，变完还点个头示意一下，你咋不再掐的叫一声告诉他算呢？飞机上大古不见了，飞机旁迪迦出来了，丽娜到底是靠什么能忍到倒数第三集才跟大古摊牌的？平时跟星辰最接的时候说好的一起当闪兵，结果却明目张胆的跳出来变身，这要是被星辰给瞧见了，友谊的小飞机很难不翻。可能相较之下，大古的塑造或许不是那么的鲜明，如果我现在给大家3秒钟去想一个大古的特点，除了勇敢、善良、正义这些人间体该有的底色外，各位还能想到什么？可能有的人会举出一个亚萨西这种万能回答，确实大古最显著的特征好像是很温柔，他自己都说过自己是无用且渺小的普通人，正目镜无曾拿自己的努力去否定大古。有些人爱抓着说他进胜利队靠的是走后门，超能力者对大古的最高评价乍一听也挺鸡肋，你同时拥有每个人都拥有的东西，但这正是迪迦神仙的体现。要知道不突出不代表平庸，大古或许只是带着闪光点的普通人，忍耐着孤独一个人背负战斗的他，也会纠结、会怀疑、会迷茫、会不甘，甚至无法认清自己的身份。长野到底是谁啊？平易近人，具有包容性，看上去或许没什么特别，但这些其实是很大的优点，容易让自己在别人心里扎根，从而收获他人的喜欢。特别是对于大古这样的主角，因为他大结局是要和一群人一起变成光的。为什么迪迦的角色塑造偏向群像剧？为什么是由大古说出了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光？因为个性过于突出的人很难使用群体的力量。如果有一个特别张扬、喜欢哗众取宠的魔怔人，变成光之后告诉你，你也可以靠自己变成光哦，你信吗？我反正不信，只会认为他在发病，这种人是根本立不住的。正是因为大古包容和温柔，看似平凡的个性，才能使得他被人所信赖，成为真正的光之巨人，将人们心中的光化作力量，带给人们希望，去战胜最终的邪神。在决战结束后说出的话也更可信，大古能变成光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因为最开始只有他坚定的相信巨人的存在，最后在压倒性的黑暗面前依旧能够鼓起勇气变身应战。超巴尼也是他第一个相信奥特曼的身份才获得力量的，要相信奇迹，奇迹才会出现在面前，要向往光明，黎明才会让各位即使被社会磨平棱角，依旧可以无愧心中的光。就像多年后远古在英雄之诗里唱的那样，就算事事无法得偿所愿，你要活出自我，为了心无迷惘的生活坚强起来吧。据说迪迦虽然最开始对外宣称的是半年番，之后大受欢迎才正式延长为了年番，但实际上剧组内部人员最开始做的就是一年的打算，相当于一开始便准备出2倍的力。而且迪迦里的不少神回也均在后半段，续期实打实让水准又提升了一个台阶，一环套一环，这便是所谓的奇迹啊。而迪迦本身的故事也是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的奇迹，大古千钧一发之际变成光，现代人造光强化远古老光，人们下定决心烧毁希杰拉，怪兽的行动突然被限制住，天降猛男初代奥特曼救场，所以迪迦真的是占据了
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作品。明明是时隔多年的重启之作，却宛如昔年的诞生一般耀眼辉煌。这样的奇迹也在多年之后的泽塔里重新呈现，让人们回忆起多年前看着电视机喊着我也变成光的日子。好的，这里是 WY， 最后挖一下新出的那个以反派为主角的漫画的坑，想看同学扣个三。因为我之前过年没回家，所以五月下旬回一次老家，下期可能做个短一点的。各位还有什么想看我说一下，可以发在评论弹幕里面。求个连三连，求个分享关注，我什么都会做的，拜托了，我什么都会做的。那咱们下期再见，拜拜。